那他们呢？他们就不委屈了吗？他是被公司公然为三，是阿迪达斯发宣照故意揭掉，是演出服自己买，是在 Ice Cream 只有六秒镜头，是在采访无发言权，只能在一边微笑，是第一部剧被抵制，是刚出道签下第二代飞团，他是大姐吉素，他是那个2013年 solo 出道却变成2016年出道，是 solo 博野且只能试水，是出道5年3年无行程，是三星直播被刷恶评，是多次耳返漏电，是天生直角肩呼吸困难，她是二姐 Jenny， 她是那个作为主唱 Ice Cream 词少，是等了 solo 3年，是为了 solo 每天健身，是细心却被骂小动作多，是性格过于太温柔，她是三姐 Rose，她是那个被韩女嘲笑素颜，是被刚出道最亲的人骗钱，是因为泰国人被骂泰国人妖，是笑起来被骂大猴子，是超级敷衍的 solo， 是只有三首打歌舞台的 solo， 是遭受好几次死亡威胁，她是四妹 Lisa， Blackpink 很好，不爱请别伤害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